好，来吧，雷夫。我哎呦，我的炮好大一个、哦！哎呦，我的炮！我让一下，让你们看一下炮管里面的东西。来，这角度，这炮管，好，这角度，好，炮管里面就是火炮啊，没有什么东西了，炮管里面就是火炮、啊。赛前15分钟到，所以基本上应该是，7:45吧。我们应该是7:40，因为我们是8点打嘛，我们合情合理都是7:45。哎、欸，那叫打他，白痴，他喷 heal，他死了，呵呵，在身上抖。啊！给你烧支香啊！卡利斯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格雷夫其实蛮好 carry 的，格雷夫蛮好 carry，也蛮好崩的。我操，什么是第三组？我操，没事哎、欸！没事，我总是第三左啊！哎呦，那下普攻很厉害，看来我要带15 AD 我才 A 得死他，好吧？没有带15 AD A 不死他。上路格雷夫吊打第三左，我原本以为我打雷格，结果发现不是。是打，是打第三组哈，是打第三组的话就，啊，带了一层就死了，这是真的。让你们知道为什么吊打，好不好？我们让你看一下为什么吊打。以前比赛上路有第三组的时候，通常都用格雷夫打，你们等下就知道为什么吊打了，痛到不行。然后格雷夫的塔下无耻换血就是。就是他不敢让我换哈，他连换都不敢让我换。然后我眼还没好，但是这波兵我一样要推掉。他们知道为什么吊打好吧？啊，痛到不行，喝个水，然后去嘟个眼。眼就下这里，这样才看得到那个卡利斯的位置。第一时间看到，第一时间退，不然的话我们就爆裂。然后带军阀、啊、超级强，给夫这个角色在现在就不停用断剑推线，在塔下压制他。你看到那个第三组是头破血流啊？好，这波兵推进去，我们继续在塔下消耗他，因为他一等他就被我打出 TP 了。虽然说我喷那个闪现点了，但实际上我是赚的，因为我在他第一波还没碰到小兵之前，我就把他血清压低了。好，这个回火相当的痛。靠腰没有打中，算了，无所谓，打中他就死了。我有断剑的优势啊，依然是凶狠。好，把他换了，然后。其实我刚刚不想那个了，但我被 W 到的时候，我会自动普攻，然后我刚好射到他，我把要按 S，结果发现我来不及按，
没有按到 S， 所以我普攻受到他，所以我就只好进去把他换了。不然的话，我刚刚被他电到，其实我不会死。然后第一剑出吸魔剑，第一剑出吸魔剑，然后他就被我打爆了。我刚刚是可以不死的，我刚刚是可以不死的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上路一样很赚。我说角色打起来就是很赚。他五等，等下我们上六等，他压力会更大。操，没死！看我闪现都好了，你闪现好了，我闪现也好了。对不起，他闪现还没好。我闪现是，我闪现是有僵尸，他没僵尸，他不知道我闪现好了，他就在我面前抖。我说：“看你闪现怎么好了？”对，好，他爆了。我们回家再买个这东西，这东西是格雷夫上路神装，超级强。比较好了，我买攻速鞋好了。不够，双长剑强一点。好，双长剑强一点，双长剑好一点。Always trouble。双长剑强一点。我要把这东西买出来。这东西先垫挡着放就好了，我不急着把它合上去，因为对方全部都是物理伤害，所以新武剑我应该不会合到魔提斯了。我只是为了打他的时候给他完全性的压制。就算你不出魔提斯，你不出吸魔剑，一样屌大。这是上路第三座很大的缺点，因为兵线太长，然后回复力太差。把粉眼插在最底端，然后教大家一个观念，一个小技巧。你看到这指标是蓝色的，这样子斜过去碰到变绿色的那一刻，代表插进槽里了。感谢订阅 JCKTSAI 0219，感谢订阅两个月 ，PD 杯加油 ，OK。这角色很快就可以结束游戏，而且这角色推打超强。我选择就是为了，赶快把他推了。推到第一座塔有400块，超赚的。没抹嘞，哦，还行。操你妈！闪！我操，把他踢过去了。我这雷哥穿墙术哎，好吧，不应该打的。雷哥比安妮快多了，我忘记中路劣势线了。没关系，不要紧，先买攻速鞋好了。好，
不要紧，我赚了400块，还赚。啊，对面两个刺客这样弄我，特痛哎、欸！啊，你怎么看？应该都是，直接把雷哥打爆吧，感觉啊。我说角色来讲，他比较不熟，没关系。莫紧张。好，继续在野区乱敲。靠你的！点的还没好。好，再推一波，雷哥还在中，再推一波，再推一波，绝不亏，绝不亏掉任何一只兵，就是要贪。好，开六，渡个眼，回家。等下把那个十字镐买出来，我们把这东西买出来之后，我们会超强，因为续战力超猛。这东西续战力超猛。格雷夫上路有几种玩法，一种是秒杀的，一种是续战力的。但我更喜欢续战力，因为我觉得人家打不死你就是爽，真的超级爽，因为你可以一直吸血，你可以吸到对方觉得头破血流，你的血好像永远都没有底线一样。我是 Gen 2，第一场是统神他们吧。然后攻速血现在 CP 值很高，大部分格雷夫不管是上路还是江狗都买攻速血。对，那个一波的那个是鬼刀跟那个什么、啊、跟那个叫什么暮色黑刃。四个，然后贴近打伤害比较痛，格雷夫近距离打超强，格雷夫近距离打人超级强，强到没办法相信自己伤害为什么这么高。靠腰嘞，阿回好多血。啊！吓到爆了！别担心啦，这场说好。打三十分钟还没结束就投降啊！不行，这样会增加我们时间的，不能再死了，再死下去就输了、啊。哎，你干嘛退啊？
哇操你的嘞！我操，你有惊人呢！丢一个 Q， 哇哟 ，nice！ 那我就是刚刚就是没有这把，我有这把我就屌虐，我有这把我就屌虐。哇，那个饭没办法收掉，哎，那个三下被用 pop 出来我就死了，没办法，我一定死。草哥几点打比赛？八点。八点。不错不错，我们那个三打五，然后拆掉对面下塔，整体来说很削啊。我要红 buff， 我要红 buff， 给个啊，不用了，不用打。喇叭教喇叭牙教科书，谢谢红 buff 多内，感谢多内。我们直接用讲的，他应该有开着我实况啊。哦哟哦嚯，哎，这喇叭。闹着玩的，操你！哎，看我要吸血！哎呀，看我被怎么打死了？看我刚应该秀那个牛了啊，老了。到底为什么牛可以击杀我啊？牛为什么可以击杀我？啊，去下路了，屠兵。为什么我被牛击杀啊？我没有想透欸，牛到底什么东西可以持续最有造成伤害？我吃完那下塔，我没有死啊。啊，他带虚弱又不是点燃，那我到底被什么击杀？哦、oh, ，我的死亡之物哦， oh, 我自己的死亡之物哦， oh, 原来我自己流我自己血，哈哈哈！我操，我自己流我自己血，这装备是不是太废了、啊？我自己流我自己血，好，我自己流我自己血，好好，观众解答我的疑惑了，原来我自己流我自己血，把我自己流死啊！我没墨嘞，阿萨奥基闪现，不要了。哎、欸，对方的这牙齿大。第三轮在上面推得很开心啊！第三轮在上面推得很开心啊！快跑啊！好，把蓝双买出来。来来来来来来，五五五，我们五五了，五五五。下一件装买。
买什么好呢？我们要买什么先打爆对面？买鬼刀。还是买暴击装啊？我觉得我们买暴击装好了。都已经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买暴击装。而且鬼刀对他们的伤害加成很高，因为他们没有出防装。鬼刀好了，我买鬼刀。最后一件再买个无尽。别死啊！我要推塔。有没有蓝 buff？ 没有蓝 buff。来推塔了，然后现在塔已经改过了，他下来都会在塔的下方，是现在的版本改动。死去！不要抖啊，大绝，你只能拿来放你自己啊，不能放我啊，放我你就要死啊。快跑！援军来了，再不走我就要往生了。好，啊，我来吃红 buff 了，红 buff， 红方 TP 就是在塔后，太塔后，你会靠近基地，你在这边踢，你就在这里。已经变成固定的了，再也不是随机的，以前都是很随机、很赌运气。然后有时候你下的位置就是刚好就差那么一点，然后你就会影响到你会不会死，或是你会不会救得到队友，或是你会不会来得及守那座塔。对，会有这个差别，而且差非常多。啊，他白木狼，好，给他死。二塔，二塔。二塔，二塔，二塔。好，他蛮送的。今天上我不用怕，因为我有蓝霜加那个死亡之舞给我的减伤效果，减伤效果很好，所以我刚直接扛着他往前走就好了。队友不打，其实我也不能主动开，不太好。对，那我们队友都没有要帮我的意思，这一定会赢啊！不要退啊，这一定会赢啊！为什么你们都不打？我一个站在这里，你们三个在这里，然后我这边跟一个这三个在这边互靠，然后你们没有要过来帮我，哎，好吧？买鬼刀，鬼刀买完之后，我们就战斗力再次上升。最后把买无尽吧，买无尽吧。然后买完无尽之后，我们再把心魔剑换成水星弯刀，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啊！炮车，炮车。
好，给大，我拿大去吃炮车了，等我大，我拿大去吃炮车啦，给我大，没大，等一下再打。水晶弯刀，先买武器吧，先买武器，买个20%暴击，这应该蛮强的。等我等我，交闪交闪交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兄弟可以打可以打，你们可以打，别怕，我操！不是啊，为什么要退后？为什么要退后？无解。没有人要救小蝎，小蝎好可怜哦。小蝎好可怜哦，他就一个人在那边撑到这里，然后到这里之后，队友全部人都往后拉，他就在这里死掉了。他死掉，我们这波一定赢啊！被拔双兵营，怒拔双兵营，877，这条是什么？啊，没关系，不重要。家伙还要吃粉叶，去你的吃粉叶！不能空 A， 啊，我的比较小，我输了。啊，他 legendary 嘞，为什么打起来了？是啊，哦，我 fail 了，我没有滑过去，哦，他们输了，没有滑过去。你打不死我的，啊，兄弟。三条，再一下，操你的嘞！他没死，我操！死，什么鬼啊？没死。你怎么可能没死？我是葛雷夫啊！不行，这 A 不掉。半仙跟战神一样，他现在比我还鬼神。我要有大，一波把他灌死，不然我被他风筝到爆掉为止。哦，好多钱哦，3600哎！哎，蓝 buff。好，我跟你们讲一件事情，葛雷夫还没有nerf之前更 OP。哎、欸，先踢他，先踹他 ，get cool。啊，他应该。哇，操你的！哇，没有头带，对不起，没有头带，没有头带啊，要输了，没有头带的缺点啊。不应该上的，没有头带。
反射我四箭就死了。那第三手打我基本上不会痛啊。他刚那个 R 他，然后 Q1、Q2 之后盾眼跑到我旁边就可以了。守这个吧。没事啊，这是 NG 啊，这是 NG 啊，这是 NG 啊，别怕啊。哦，我好像来不及出来了。AD 要先死。哎，哇靠！你们要输了，你们让立三桌这样打。来个药水吧，打最后一波。打死嘞、欸，吹爆 Q。啊，结束了。耶！跟大家讲，30分钟内结束。果然30分钟内结束了。